来玩这款游戏《风云全集物语》啊。这款游戏的话啊是需要付费的，台币154块。哎，设立拳馆的模拟游戏啊，前面这边看起来感觉好像还挺不错的样子哦，有妹子哎，一切交给我呗，来就选妹子吧，进来了哦。啊，这个相关系列好像未来好像还会出有关于度假的嘛，然后还有一款我看到的好像是金字塔那些吧。啊，首先我们就先建造，盖起来了。虽然不知道是从哪来的，但是对拳馆有兴趣的人，自愿加入者，学习偷吃便当，同时变成了左撇子，还有这样的人呢、啊？将拳馆误认为定时店而来的人，我要的是人才，怎么都是来这种？哇，不会让发型乱掉的步伐发明者。其实光前面这些角色的介绍啊，充满趣味性，他就值付费了哦，应该可以哦，应该不会被雷到哦。最轻的量级，他成为世界第一哦。培育道具。还未拥有训练呢，这个是要花钱的。我现在剩右上方那个小人物的笑脸剩4点而已。4点不够。势均力敌，我的防御力是有优势的。哎、欸，他给我20点微笑点数哎，那我可以好好的训练，超死他。剩2周就要比赛了，他不要一直点那个道具啊！这个新手教学是跳帧哦。啊，你们开发那个注意一下好不好？也在跳帧，受不了！我都一直误按到那个道具，一直以为里面有东西，结果没想到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接下来，再一个室内练习吧，不要，我们再来一个户外练习。这边可以跳过，效果适中。这边还有体重会下降，好啦，技巧钻研，调整状态吧。哎，一般般的方针啊，均衡发展，初期应该不用钻研那么多吧。啊，拿到道具了，还有沙拉，总算有道具了，总算不用跳帧了嘛，都用一用了。为了参加比赛，该吃的都要吃下去啊。接下来，是不是没事的时候就是挂在这里啊？没有其他设备，好吧。
我右上方的那个绿色的独条好像有在慢慢成长，还是因为我要点了一些什么东西。对了，来了，全力练跑，干劲增加五，要进行比赛了吗？过磅能不能顺利通过呢？出色的健美体型，还剩一周就要比赛了。储存一下吧，没什么事做了。接下来这边是不是可以一直盖上去啊？随着前几管越来越大情况下，啊，他们已经练习结束了，他们回家了。已经到比赛当天了，哎呀，很有氛围的啊！山上胜太郎对上田中浩太，哇，我的数值很高哎，你看，对方16。27、14、16，差2公斤的体重，其实2公斤哦，如果你换算成猪肉的话，2公斤也是很重的。哦，还有波爆。这一步刺拳组合技，这些数值还是会进行跳动的，那趴数啊都不断在增加。感觉怎么我数值越来越差了？选单有什么？还可以丢毛巾嘞，特写镜头。出拳10次，2次连击。这打不过就要丢毛巾了。速度高速好了，可以。哎，我可以调成高速吗？不行啊。啊，没办法高速，是不是要后期才行啊？它整体的节奏是稍微慢了一点啦，所以如果调成高速，玩起来会更好玩一些啊。田中浩太挂了，奇怪，我这个怎么是-95%？他被我打爆了。积极进攻啊，打爆他，不然怎么办？助手的建议非常重要，还叫我丢毛巾呢。哎，还没 KO。哎，这些都不能点的啊，被我打下去了。整体还算是不错玩啊。其实他的玩法就很简单了，就没事的时候只是挂在首页，然后那你的训练时间就会离比赛越来越近。你有微笑点数就是强化角色，大致上就只有这样。目前从一开始玩到现在是这个样子而已。二回合就打赢对方了，而且。这些量级啊，后有很多很多哎、欸。特写镜头，这边是成就系统，还可以啦。这个一个人玩可以玩很久哎、欸。快转，
他们解说员啊，给好讲话也挺幽默的。首胜，暂时停止练习。接下来打赢比赛了嘛？哦，解锁商店了。获得三个哑铃，两个寿司欸，是我的月报收入、学费啊。之后如果成名了以后，就会有广告收入，是这个意思吧？然后会自动储存啊，存档部分还可以啦。那全集的用具，获得一个跳绳。哦，就多了，我的设备现在多了一个跳绳了。又得到死的微笑点数，右上方可以看得到，我的微笑点数现在有51点了。啊，有人要来这边开店了，唰！最终报道，我的拳击手现在还在回复中，刚参加完比赛。那选单部分看一下道具，我现在有5样道具，我还可以抄它吗？还是可以抄它哎。好啦，整体大张是这样子啊，还可以啦，卖150几块而已，还算便宜哦。整体来讲，这款游戏耐玩度是非常高的。本次影片到这里，大家拜拜。